肉饭，阿爸的沃卡哈，阿爸已经过神了，不过现在菜就一般难洗了，这样就哈，放梅哈，王真南妹，今年就是四岁，庆贺哈，给未来啊糖哈，放梅分享哈，好，放梅抢来。哦，你要讲咯，来出世迄个，平里个，个太有良记准啊出世，啊出世来哦，来上面有两个阿姊，就叫忘记太祖出世嘞，来一出世，俺公主讲堂堂都买哦，后来二大先生不认分，俺只有大先生。啊，普通人哦，赖上有大心病，那什么的就大心病，也不太敢认本。哦，咁我也是，出来，那个读书啊，那个睇下八个呐，好搞，刚好搞读书咯。哦，行动员哦，啊，读个四年生。也是佛教食堂的佛教，这个年上开始有五六年了。我佛教过，我是去太佛托，我去太佛托啊，托五年六年。我那个阿哥在贵州地下做素颜，我是从阿哥叫我两姊妹在太佛站，太佛托是托边呀，托边呀呗啊。做马粪哦，就是要忙忙马粪哦。每桶坤素煮饭哦嘞，那桶坤素煮饭啊，煮了两个月嘞，啊，没有同人做唔好，我转去我家，同家庭主做下吼。那阿婆就讲，啊，莫啊买两茶粉做上，或做上，那边来做上同人，莫一或死哦。气也不搞好，本三方面拿着不为了本来说，我做不是钱。哎，不过为了没做，做较好了，给我开点菜本来，啊，又买开点蔬菜本来，工作的较好了。不然没有，我还有钱了，又那边来就做菜不，过那边来又去太古公司搞鸭哈。你不是他呀，搞鸭哈，那个你按不到搞鸭哈，你是的，我来学校，来学校上早晨的那个班，做还没退课啦哈，那个退课转医院来又做菜课，各位老民，我讲去家我做专门同人做上面就做菜课。啊，按部头搞也好，啊，你说的做下次头做啥？那上了过后，过后老年人，哎，一读书哟，你说读书当干老公，干多也把工拿三度哦，实在没挨起来中医，我妈妈中医的样子，还打仗时间，啊，一多年一多没赚了呀。我妈妈做个也还好，又甜又酸嘞，啊，搞到也不是我说了呢，哦，搞了也是痛苦哦，打打伤嘛，大概不脾气，没米要吃，没饭要吃，是做，我有两个生意的嘞，两个生意的说，啊。下次到四点钟还是播 BBC 电视，一三十一晚，他留安边啊，爸爸说呢，太太平安说，这样子进出来个，不那么，我俺先生在好教堂教书，教会那么哈，又快要三度往远多那地方去做高装，啊，你比这个做高装啊哈。做高中过后得了的，你把时间拿过来，烦的呀！这个上大上初那么样的，啊，挨到都当家，又搬出来，
搬出来的石坛告诉我，告诉又开船搭过来了，搭过了风顶结石哈。我讲到我们这样的做神法啦，痛苦哦。跟那边我妈在一个树胶店啊，我有七分田，分一个缸，缸里向来发个了冰皮，拿出来看来吃点喏。那边让发个冰皮摸着，啊来吃点喏。啊，这吃点喏，发的我买的田哈，还穷的个，种的，种的拿出来啊，那边就不能收的。是两十年的树胶果，我就变价了嘞。我话那边来，而且他还有上面来上面买的，上面来上面买呀哈。那青苔来十八岁哦，是双腿白了，双腿白一样，母亲母亲母慢年，一看哦从。那一个同学两三个，可能你听到讲有跳架哦，我抢那个送去那个，我来就我有十八岁吧，我来忙很多，就去写，去比考试，考多就送去那，就是送去那，下去那专门帮我讲，哎，慢慢来哦。年轻唔得的，挨住死得咯！啊，做嘛个喏？哦，送死呢啊！嘛个军官面有得去哦，那就做得了，说送死那一边。啊，又想啊，一跳哦，又跳路哦。我那边地方，哎，俺妈哟，俺妈做，俺二代不是考太好，安尼哦。我那边讲考太好啊，准备考到，考到了，考到了就托那个世界巡展哈，还托三年的，出来就当兵，当兵出来哦，就去考那个联合国的记者，准备考到了，考到就那个联合国做记者，我那还有个。还有这三个半月哈，是两个半月，两个来的，哈，就双女同个阿婆跟我嗨，做我妈该做阿婆负担，俺并不敢，俺爹上那嗨，俺又没负担，做家哥，家哥负担读书，他一个读高中上双语，有一个亲戚小学读双语，啊。上面在那边拖，讲俺在来哦，他也来，俺讲的啊，负担重重哦，俺都生意的，俺给他的修，哦，马个主题哦，也做制作主题负担，哦，这样俺的身上啊，慢慢是八十岁啊，就够顺的嘞。我身体的人来，有时候没爽，啊，俺又刚才来，他一个来叫啊，都提土生意的，土土，今天喊俺呀，没做嘛的了，又跌倒，哦，又蛮个个叫，俺老个医生讲医生啊，俺娘俺叫喊妈个喊，他讲是个俺老个呢，本来就没妈个喊哦。哎呀，喊哎，唔爱喊噶，我说，喊哎哎，吃苦受哎，我嘛该吼，你喊俺讲哎，吃到一哭啊，从哪来呀？寻求啊，还能服侍到安都安好，大概来没？大礼拜就会来，做下台台白黑，大礼拜没来没就来。这毛跟我黑的呀，你没给了就给了，也俺对呀，都惩罚了哦，真痛！俺来太干净就讲，哎，我把伞拿喊我，俺来先没有安全咯、哦，哎，俺讲黑哦，俺做事哦，大方面的哦，啊，
电也特别富高，哎，如果还蛮好啊，你讲，啊，是不是相对呀？也还蛮好，主要要想到是那多少种嘛呢？啊，是的呀，俺们二人扶持啊，你妹妹是给他饲养，哈哈哈，啊。讲你爸爸都钱都高呀。啊，爸爸都甜度高哎，啊，爸爸娘一甜度高，尿酸高。啊，因为俺个心脏啊，好当兵的没做过迄话吼，所以了个，诶，甜度高个，个孙夫啊吼，都来达到那，讲酸高，啊，人家我无说答案不注意谈。那谈个天主教的意思嘛，要个哎呦唔对哦，差不多啊，伊有大多有啊天主教的尊尊的天主，尊尊的神，去做个天主，嘿嘛，那边人家就讲，去讲些讲到了就是传教，哈，没有没有呀个天主教哦，哎，只通天主安排都要下来。真要按幸福，挨挨个挨挨个成长，也也怕这个什么真相，就怕这个天真大王传教的。嗯，好讲嘛个。哎，阿伯咪，你亲戚在太府出世呀？啊？还是地主哪出世？太府的种啊。啊？祠堂咪？祠堂嘛，祠堂嘛，咪教挨个成长，祠堂教书。哎。哦。教会那边有开山的，爸爸拿来教。哦。啊。嗯。这个因为山农改，山农开出来了，山农做高庄的呀。嗯。啊，这农业不是这个呀。哎。那个有反正哦，严格相处，同个严重传统的那个那个下坡的反正不中啊。嗯，十五六个呀，用十五六个人家，哎，啊，挨困到啊，嗯，挨一点哦，嗯，挨点是搬砖来，哦，搬砖有嘞，好搞红啊，给搬砖好搞红做，做一张嗰个张上头讲，上个树胶啊，哦，上个钢铁啊，嗯，啲铁都让我拿砖嘞，真他妈好搞砖啊，不用得了，不用得分呀，个吃点同做点。忙地干买一田啊，讲起那个穷牛的呀，穷牛做唔得，做唔得呀个，呀晚年啦，做个一笔树胶啊，我讲阿娘十年树胶过，个田都变掉，挨屋开始还有，挨屋开始跟个南方地干买的啦，买个树胶摕来，六七分点咯。俺货房还是货房有，俺俺身上有五兄弟，五兄弟就亲生的啦，亲生俺就亲生的啦。我记得啊，阿哥也就边啊就，俺个毕业人啦，俺要毕业人做啊就做不了，就出了外去噶。因俺要货房吼，俺是在台北海，哈巴算了。种了叶子，那个吃笋吃的也得，冬为啥没给得嘛？个来就得嘛，所以做不赢。俺种了多了一下，人就得，煮个番薯也不能吃了，哈、啊。哦，俺讲太干，一下没种就没了，又没种来了，又没种来了，俺还把就没想种就没种了，输得特别了。俺特别俺妈也留过来呀，佮说俺也是民国的，黑暗的特别黑咯，种了空地开过来，俺自私也得有安分下哦，因为有来有去就会想我种的呀，人家叫妈妈。哎，阿妹，你讲哎，你出生你几多岁开始读书？俺九岁，啊，九岁通九岁读书，啊，九岁以前都做嘛白事？九岁以前哦，在我卡，我替我卡哦，哦，搿做搿样子做下呢，日本是太平哦，父母啊，搿同乡俺我卡有迄，快食店，嗯，啊，有
嘛该办的对哦，那这些那没得办的买，通过，哦，水果，哪有卖啊？真来卖？对呀、啊，给种南黄油种家下。种南真来？哎呀，温水出来个十三啊。哦哦，温水就出去公馆的站嘛。没有，给种南的头发。头发分发脸呐哈，分发也上个家，过下一个月。哦。头发四趟脸哦，蛮有差呀哈。嗯。啊，这个蛮有差，有个那个给牛送个啥？牛送个啥子？给地方洗杂啥给的送送啥？四趟一天啊，来到开药给了东西。嗯。给货啊，多给了要给开。搞那个佛经啦，种麻啦，厨子啦，那个做太多呗。哦。特别给这种动脑的。嗯。那个做太多番薯啦，那个做太多呗。嗯。你顶一下子忙的嘛，顶个月也忙碌的。嗯。给个上个斤的碌啊，忙也忙碌的嘛。他说俺讲一下，一下人一次耶，哈，炒茶炒得多。嗯。特别要咸哦。哎呀，好搞，哎搞也好，一个月可以收到200块钱，哎行三点钟的。我从做人行去食堂，行三点钟。收到2000啊。哦。做所有那个公司啊，也喊侬公司了哈，搞也好呗。哦。喊侬公司，你不说还蛮讲，他种头发还行多哦。啊，我虽然适当读书没有行，行下去哦。哦。后来没有，摸摸茶没头发那有啥？摸茶摸上也很事业，很好。嗯。嗯。在民国们头发放放，各位读书去哦。他行做那个做暗路，行我行到行到一条街呢，行到。在上海边过来就行工去东家，上上下，跟住家住来读读书啊，哎读书哦，丢些人读特别丢些，我行啊，特些冇办法行，嗯。你爸咪阿爸乜名？哈？你阿爸啊？嗯。乜个名？乜个名？哎。郑阿神。郑阿神。嗯。阿妹咧？阿妹。阿妹冇咩？彭文妹。哦，阿妹阿姓彭。嗯。哦。姓彭。阿爸诶，做人出世。哈。阿爸哪会出世？阿爸哦，阿妹哦，阿妹是南宫做姜子的妹诶。哎。姜子妹是赵西郎赵阿爸。啊，即做啊，赵二妹啊。赵二来。哦。你记得哪出世哦？啊，所以有阿哥姓彭。啊，我阿妹相伴。啊，所招进来，就是我阿爸招进来了哈。啊，招进来。啊，女兄弟相伴吗？有哦，相伴的卡太哟，三个月的。我阿哥啦哈。哎，阿哥啊。阿哥相伴。哎。哎呀，我阿哥提出这个，我提都不做嘛呀，提回头去查。嗯。那个做，有都不养，做个啦，头半年啦哦，嗯。那嘞，银行啊，专门拜神，摸起鱼呀。嗯。阿哥是。做过神。做过神的嘞。哦。阿爸是食堂出身嘛？食堂熊出身嘛？唔是那个。哦，唔是，唔是阿爸。阿爸，他拜的那个阿妹走哇？嗯。主公当神婆的嘞。哦。上牛了比走了。阿妹出哪出身？阿妹哦。哎。阿妹妹，阿妹唔得意的，还出世。哎。你想，你想个这个管用不？管用不？管用不？对吧？这个下面买一个。在旁边对面。在旁边的。哦，旁边对面啦。哈，很牛逼的地块呀。哦啊，你现在，哎，你在阿爸的老屋要有人去吗？阿母，阿叔那边，阿叔那边，哎呀，接住那海的。哦，啊就诶，以前现在冇人去，冇亲戚去那边啦哈。冇冇得个。哦。嗯个。啊说五公五有什么阿哥，什么姊妹？哎哦。你俩不亮了吧？哎有。啊啊啊！什么？我告诉你了没？有两个老太。啊，两个老太，我什么？
莫会煮啥来煮啊？啊，莫。系啊。种阿梅姜啥物来的莫？诶，啥物来的莫？阿梅啊。所以唔会加三八千号嘛吼。啊，几啊？哎呀，一下阿莫会加，这边莫加笋的。哦，莫加笋。莫加笋啊。嗯。哎，我家孙啊，露台，两个露台呢吼，太个露台就将个两三个猫诶，两个来，四个露台哦，将七个猫诶，两个来。啊，五个露台哦，迄个食堂嘛。哎，底下在庙里。啊，迄庙里啦。啊，伊在伫搭栏。啊，伊在搭栏，你在庙里。伊在太个在搭栏。哦，就搬出去了哈。系啦。嗯。哎，佮上来一下安罗喂哦，哎，去年前年还有一种么个，今年忘记几来哦。嗯。哎，我个孙子还来。嗯。哎，得到叔叔哥啊，唔会行啊。嗯。哼，这边啊，我个孙子就做啊，有个小哥做下来哦，再来再么做下就来。嗯。亲生要么读书的时候，所以唔外公有菜嘛？那你阿公啊？有。有菜嘛？有在我家通用吃嘛？啊，外公啊。嘿。啊，外公冇啦。冇啦哈，已经冇菜啦哈。哦，所以我们就旧式开始读书，通一本书。旧式不是读书。啊，读几多年？读六年毕业了。啊，就读六年毕业。啊，读了太武，在太武毕业。我在太湖，我爷爷也八个大读书的，哦，去太湖读大六年，哦，去太湖读六年，太湖毕业。哦，八公老师逢年国小的，哎，逢年国小。哦，啊，以前是日本的老师还是？台湾的老师。高中日本的。哦。副高中的，有两个日本的。嗯。哦，还有什么？高中个姑娘也教书啦，那日本人，三个日本人，三个日本人，个教一年生个，就是个人家台湾个，台湾喊我个无师范队人个，佮咪有教书呢，佮留了做，啊，几多六个啊七个人啊，挨台湾，挨个做。比如强眼训练啦，强眼训练，爱做手术长，哦，爱搞一吹哦，我搞有个嘛，我读书个，爱一吹，嗯，哦，我有搞有个也一吹，我爱太湖，嗯，太湖哦，太湖大来食堂大本啦，那个爱训练啦，嗯，可蛮人卡多呀，好，嗯，爱八个嘛。搿是三哦，拍三部拳，什么呀？亲热，几个条个哦，拍作法三昧法术个嘛个罪哦，来八个哪个哦，来训练可以打第二啦，对，冇，哎，做南部个条，大南个条，哦，搿条就当安尼分叉四南个中央，做个三当分叉，来八个哪个当车。西来西门路，坐个三轮单车。嗯。安尼训练来吼，靠空靠车的呀。哎呀，我讲阿太白哦，今朝蒙山的，阿太白有个闲的哦。嘿，闲做水长嘛，闲嘛。嗯。哈哈，给闲没办法啦。嗯。我老是讲不讲的。讲阿太低头哎呀，太低头干不上，人嘛冻着霜，哪一次哪唔热？哦，唔记得时候太低头啊，是两岁，太低头唔记得岁，他十八岁啊嘛，十八岁，哎，太低头啊呀，哎，他太低头，他十八岁个就去，干不上哎，啊，干不上个鸟，当时个鸟，当时哦，俺又抬不高，这是来，别头你啦哦，嘿，头摆有个我亲戚咯，太大个亲戚，生产不来，看。看有亲戚嘛，才感觉亲戚亲戚。然后听俺皮大佬，做大佬的，给杀台湾晒啊，人哋铁桶一铁桶啊，哪会做冰山咯？哪会做台湾健健康康、健健康康？一下个荷包我拎起来，出温水，铁桶啊，
啊，我爱给接种了，太敢不敢？那不上来没有？是太敢做伙伴给你，伙伴给你，你敢做了哈？那他给体统家说，我那边干部啊，以后个归托给啥个厂部啊？给他变厨师啊，做嘛的喂？给厨师那反反那太敢做给衰，不敢做不敢衰，做太体统啊。嗯。那给做呢？接种了就给感染的，当性感染的嘛的呢，做啊成功是不敢做医哦。一下，这痛这痛啊，哎我来啊，我身体受伤了呀，哎我来了，一下就更严更严更严，啊，俺个路吧，就妈妈有在那，就吊吊个那病了，哎转的不，特别大的内转呐，啊我转内转我啦。都了了个别的呢，不过通过个三甲专业，嗯，个体状况吼，个牙巴冇睇好卡，一冻死啊，佮跳牙撞了，一露出动作，摔得点点都死脱个，还有个外墙个，一路撞转多，看到佮撞到地方，哎呦，一路是看到点点。做那一份业务卡，太家就变了，没人有量的了。他家就在话，在我后方的，去蛮多，江边山啦，没边山。我给爸爸家家天主从车师傅帮忙给一通干嘛预约呢？哈。爸爸，一通嘛，都车师傅了，天主安排了，哎，跟车师傅要的，俺娘都没要。俺心脏好。是高速哦，高速高的哦。那边阿公，哎，那个莫安高的，像我薯条甜又莫难做了。嗯。是想到嘛嘞？那个天主的糖他们哦，比给咱们长高啊。嗯。胃痛啊，比胃痛，从那个胃痛干目前呢，太大乱哭，也唔咩人去乱哭啊。太感冒了，胃痛啊，跟神父啊，那边给传告啊，同神父叫他出去传告，就看那地方，一下我安尼，我用俺几个跑呐，用俺，那神父就讲俺做这哟，哎，王先生，一般莫过年好么？给我做饭莫过年，去本先生看，你买收电器哈，买不用出钱，你本事啷个？啊，电话加好啊，该安置的，神父也安置的，好啊，安的去啊，你就提，台北高一的嘛咯，我们买个蔬菜的，哎，爸爸是那边的，肉冻，不，没，我们买个。圣母医院，圣母医院，对圣母医院的，嗯，爷爷，我那里弟媳哦，爷爷哦，我南方人服侍的，嗯，国泰的哦，讲哪块人当法泡泡的嘞，我那里叫唔提的啊，蛮爱好啦，讲以前以前也讲好啦，好出烟的哈，就转了转了很上面上上，然后上很天天上。那边收了档吼，那都咱们那个装的过后，不问中央，后上俺地方的，那都是地方哎呦，上头还是讲感谢那个神父啵，天主啊，俺啊有恩有赦吼，张伟仪又很好吼，哎个，我说底下个神父很帅，啊上头，这还有个神父在台南的，别来月个就俺地方看看来一说法。还是要抢的是吧？还有下顺路，俺讲也爱叫我，不敢拉也不爱讲，叫俺爸爸个恩人哦，哎嘛，然后在下顺路嘛，但系我那地啊，他真是死的嘞，泡个个鱼啊，是不是？国泰一般他打我，俺那样鱼好嘞，哎呦，我那想，俺讲的俺个心连住高，嗯，那个就。嗯，天主安排，
哎呀，吃饭都要把天做完呗。阿伯开刀，去圣母院那时候几多岁？啊哈，啊哈，那是我诶，诶，我高中毕业的。七十两岁。七十两岁。啊，那七十两岁。七十两岁。那是我做毕业的。对。初中毕业没工作，毕业去复试的啊。蛮讲，是莫蛮容易复试啊。唔该，阿伯几多岁入天主教？他好，他几多岁？两代。二十两岁。他唔。是啊，四十两。四十两岁。四十两岁个入天主教。四十两岁那是，嘿呀，是莫莫输掉。我输给过个张哥，我说大概就床头皮痛啊，皮毛，上去躺，去躺躺的时候还要床高啊，床高紧张就讲，同个床铺啊，你分离高就六个月，六个月出来就可以床高，床都落出做的，真讲，讲的比都毛毛上去还是，还有。伊普遍咩哦，用唔到咁罕见，因为佮你电床咧做电盘啊，还是铺的床高成长。七十五岁啊，两岁啊。唔多啊，罕见些啊，罕见，罕见些啊，几多呢？嘿，我做，嘿没床高，是的了，还讲啊，最好这个顺路呢，还是说，他们给父母医院呐，一个宽度。快到上了坡，还是念米久哦。哦，那个上我。阿伯四十两岁，你说几多岁？啊，两岁，差三岁啊。哎，两岁哦。两岁三十九岁。他爸三十两。差不多，我爸爸比他俩三岁。我太三岁哈。四十二岁左右两岁。我说哈，阿伯哈才九十七岁了哈，今年九十七了哈。哦，今年哦，他太阳上升，哦，太阳上升，很高，上高啊，上高啊，啊，上高哦，你爸爸，读书哈，两年哈，你记得，有只猫老师对你较好嘛？哦，有哦，有对俺好哦，俺呀个，他呀这边为国民好搞土呀，也。高中同先生两两个嘛，我当下来哦，来唱歌啊，唱歌，来唱歌，来在上个土地嘛来高压好噶，那高压好嘛，比如当下来啊，高压好噶，那高压好啊不是，你就是了了退课啊，哦，那是哦，国小毕业以后啦哈，哎呀，那是国小毕业以后啦。还读毕业过啊？没毕业以前，来讲还没毕业以前哈，马改老师对你较好嘛？台湾人嘛。台湾哦。台湾做的比较重啊。刘亚忠那一年。刘亚忠是哎呀，一年啦。啊，就一年啦。给做老师。搞一年生，韩国日本的。哦，刘亚忠。在旁边代表的。刘亚忠。哦，一年生出啦，一年生出刘耀宗。哦，一年生刘耀宗没猜啦哈，其他还猜吗？有其他迄个三条巷啊那一带。三条哦，其他也还猜啦哈。这个那一带。哦，还有就是。从国小以前对师他们印象呢？师他们红景强前后哈。啊。因以前哎。和那边。我们家做天主堂做起的吼，比如发热的衣服啊，哦个面啊。每一个一个，当时谁谁。当时谁谁嘿。哎，食堂一样一样，像像很多个都嘛，几多人哎呀，那伙伴很要嘛，哎呀，同龄人哎，同龄伙伴很要嘛，哎呀。但头发都。谁谁谁谁个啊？我从到冬天哦。那河坝还有两条啊呢吼，那边到那了就水就最好个样子。那一到那点哦，沙特的时候翻那块，那个结果到下工哦，比差几多哎。
中多啊，我一下喊我中毛海，嗯，耶，喊起个中毛海，家里毛海哦，啊，阿不得讲那个，听我做阵做做历史，啊，幕后是个毛海的，中多特别中多毛海，毛海呀，那个当年的呀，这一年。生意人家当，哎，就当过人哩，客安不得哦，客下工，安不得有客下工哦。这下工哦，就是荷花笋咯，做下就爬到荷花笋咯，木金金的，你客下一下就添到钱了。当多下工好做，那个钱也下无了，你像也下那有，那头摆来着，一顿来客下工，吊鱼来。哎，对，会钓，俺们会钓。太，我太水过来哦，去钓鱼的，专门钓的黄牙膏。黄牙膏唔对吗？唔对。哎呀，有两，那鱼的两只膏啊，个球面啊，个薄汤汤出来。嗯。那个专门钓的黄牙膏。嗯。啊，要钓鱼的呀，对吧？炖下鱼啊，切下鱼啊。从青色就进入钓鱼的种的。哎呀，哎，加水加这个，嗯，当好安尼搞水啦，做下工啊。嗯，第一，你像说第一农业哦，嘛个呀，负担多嘛。啊。嗯，特别当当唔好做。嗯。当当唔咧。嗯。哎，这人体唔咧哦。嗯。哎，唔止嘛人体话，现住第一做做太面个面难做个，哎，那个较注意个做。较细面啊，较细面哦，迄有一条安尼干草啊，安尼个个弯弯哦，迄唔免做婆婆婆婆倒的，当当，你个人体唔个啊，人也是做唔得的，迄条翻吹，嗯，头摆咪做唔得呢，唔得做唔得人咪要睇，嗯，偷偷啊做当当啦，当当唔个头摆，那个也做毛个啊，毛唔个的咩？啊，俺讲的也好，也不是的。哎呀，你到市场上看咯，太敢赚不饱，很有钱。去买菜、买水果、买那边，嗯，那样个人那有苦的。特别说过，哎哟，大陆呀，他一往到开饭厨，都算太赚不饱，可以开饭厨。所以讲国小毕业，几个日本人煮饭啊？啊！国小毕业嘛？啊，阿从日本人天数。哦，天数。天数。啊，不了去读书啦，哈。嗯。啊，不了读书。哦，可是没有。转了过后哦。哦，转了。你阿从读书毕业吧，去天数煮饭啦。哎。煮的么嘞？阿转了。煮几多年啦？没。天数。做两万年啊，都无诶。啊，两万年。啊，做两万年啊，放下无诶，就年少。退休嘛，咪警察局做啊。啊。警察局啊。咪退休的啊。退休的嘛，退休。哈。嘛有退休。退休啊，就而且底下严重了诶。哦，严重。什么样特别？特别就讲退休啊。哎。底下就严重啊。严重强盗。严重咯。严重。严重。退休啊。公开啊。对，应该啊。迄到哪咧？去泰国啊！我在泰国啦。泰国，吃不饱哦，去泉州泰国啊。哎。去天天转去，也去送下书哎。嗯。去书哎，去点一读书也怕了没有？嗯。不是爱说，去个去弄个收拾也不能说。嗯。爱提做嘛个人，那就难些什么？嗯。包个米个提板。嗯。米个提板。哦。嗯。冇冇，不是啊，泉州去搞去煮饭。嗯，泉州咸不咸啊？要煮菜。哦。嗯，他们地方爱做饭，爱唔搞。哎。爱写作，要个流菜工啊。哎。日本人哦，工人一盘一盘，几些啊拉麦没工啊，还有个拉的没工啊，两个太阳地新做泉州啊，跟日本人啊，跟日本人哦。我讲，我伫做冇有做，我偷走呢，每样个偷走啊！我讲啊，你同人做唔明，我睇下衰，
伊个隔壁啦，东东东东安度厝，也安度厝。我去甲安故事样个吼，安尼做安无用，安无做吼。最近就安安突然转样个出题吼，安做无无一个样个方法。哦，安很多很多个群组朋友讲，我带你看医生，安讲安无用，我转不开，安送不开哦，我转不开就两三年啦，要多转来。我都做两下出痛，唔敢讲。哎，我暗了，你转去，我暗的，唔讲做唔得咯。是让同群属的朋友讲，哎，俺不敢，俺爸爸妈妈讲，无限，他们还要转去，安尼骗你，讲俺转去，我讲无用。叫啊，那日本人的，叫你那又无做，我讲讲还好强过年，哎呀，哎。哎，俺叫人客官咯，又无啊又无哎呦，哦，俺转去俺妈妈个呀，哎呦，娘个又多少来了，又转来了，俺都给抢过你了呗，骗俺妈妈讲给抢过，实在俺无想我同你做，只不过俺哥哥啊，对，买两年个 Q 啥，不爱不爱，福州晒风，俺无拜师哦。俺妈跟俺去啦，俺不做长山托诶，老人家生日了就话，生日个长山托诶个，俺要不做，哦，俺讲俺一生人做么诶，当初诶，家老工作家苦，你咩啦？没俺去俺苦啦，太艰苦，真正咩？太艰苦俺苦啦，像俺啊伙伴他们，也都不过也都有人在担心。俺老公没听说，他好刚上班做呢，说同生意的设施呢，俺俩很主动哦，韩国单位听说嘛，给没听说嘛。你几多岁嫁过来？26岁。26岁嫁过来，哎，那26岁以前，在高速哈，你在那里高速，在那里好高。好高，你是的，好高，俺不得得温水。阿母也在温水搞啊！温水派出所发表啊！啊！在这里搞。哦。搞了我在这里上来哦。嗯。咱是过月的呢。啊，是过月。是那个三两房的对不？是的。嗯。做法，一个阿叔妹啊，他们来搞过啊。嗯。阿叔妹的，哎呀，一个的。你搞几年嘞？啊。几年嘞？国小啊，三年嘞。啊，搞哦。嗯。搞快有。我家里也算平地的，爸爸5、6年。哦，搞5、6年。嗯，我要今年新一辈来下新一辈的，也来告状啊。嗯。告状上了我，还有来一辈来，他们那边工业人讲的。嗯。俺第一辈先人开吧。哦。啊，俺去哦，俺去买一个，飞机上买一个，准备的。人工的吼，买一杯的。那边给都拿一万人工的，光买啊买生源那个玩具啊吼，光买啊，哎呦我讲，让我拿很多钱嘞，忙的做了一万，你两千元，一万元我两千元，你不嫌啦，按说吧，我讲说啊，哎呀，我拿多很多钱。几多年前了？啊，噶好，噶去日本的多嘞。你就说了，几多岁去日本？啊，哎，62岁。我62了。啊，62，好。嗯。我84啊，去泰州的。哦，84。我去泰州去500。嗯嗯。日本人的菲律宾、新加坡、泰国的多。嗯。做下来了。啊，嗯，啊，哦，你是六岁嫁来了哈，你是六岁嫁，哎，啊，嫁来个房屋，哎，阿伯唔系向梯，唔梯唔向梯，唔向梯啦，唔是说，嗯，唔无向阿叔啦，分开，唔梯分开阿娘嫁来，唔梯阿伯个阿爸食堂出世无？咩嘢？阿公，唔阿公，哎，唔家管啦，阿家管咩？俺哥哥主要出差呀，在哪里出差？就是江苏台啊。
澳洲，我配米板来啊。澳洲就在这里出生。啊，五家关就在出生。都在做干啥？五家关，五家来，五家来，五家关合菜嘛？合菜。五家来，五家关几多岁？较好，二几多岁哦？啊，就是阿伯的阿公合菜嘛？啊？阿伯的阿公合菜嘛？唔猜咧，唔猜啦，哈。几卖几日几使用几？唔同地都做下做咩咧？唔地阿伯嘅阿爸阿妈咩啊？阿公啊？系。阿公啊？妈咩啊？阿公我咩啊？系。诶，王春仔。王春仔。王春仔。即阿公都王阿婆。顺生，王顺生，系。王顺仔。嗯，我说，你家来你讲亲情苦。啊。啊。亲太复房嘛哈！啊，家里面说，我那本地的啦，啊，本地的，不过我们上的，是说，本地的。那你刚过来的时候，阿爸在那高速哈？啊。阿爸在那高速。爱来家那地方高速开店。我就开店。开。开杂货店。开是阿爸开杂货店。啊。在，就北方那开杂货店。对啊，几多岁？几多岁开始高速？去高速哦，哎，高速几多岁？你都四万块买那个，对不对？你都四万块买那个。没啦，俺来过一趟高速啊。对啊。你来过高速，那你第一公司工工商有个工文干么的？我们家过来几多年？阿爸去公司吧。哦对哦。哎。阿爸去公司加上他。差几多岁？四二年了，还两三四年了，当去公司。我们家过来三四年，啊，公司几多年啊？一两年。啊，公司放的哦。一年。嗯，唔知几多年咯，他是，我是光复的咩？哦，光复的。对啊，我是光复，光复家长好有缘分呢。广富以前就开始高速了哈。啊，广富以前高速，你不知道呀？很远就开始高速。啊。啊，高速开去延屯嘞。啊，延屯。要去给做，要八个人去延屯嘞。啊，延屯嘞，去延屯嘞，都做高中了哈。啊，做高中。做几年了？啊，做了做了有年龄的，你讲啊，你八十斤住。哦，做年龄就二八十斤了哈。哎，二八十斤住上班住。做做做了么子的？你八十年是三十六年嘛？民国三十六年，哎。哎呀。嗯。那有这个吗？哎。所以就黑道了哈。你八十年就黑道。啊，十五六家的人家。哎。个人民银行的。哎。十五六家。哎。有开条路，去沿途那个村庄啊。哎。就是从十五六个买做的，从十五六买做的。买书包拖拉机在了，对个，反正就唔免要过路，过树路衰，其实唔免出路衰啊，过唔开一路衰不远行嘞。对于个沿途那个村庄啊，买一租个，出题唔免。哦，咩个，佮反正啊，再多个多个也不难啊，多个少。蒙人，多蒙人啊。多个反正啊。反正对反正严格。哦，反正都反正。哎，就是严重反啦。原住民啦，原住民对原住民啦，哈。哎呀，严重，不然你呀，严重那个是有卫生所嘛？上几个鱼呀，上几个茶叶呀。就两边的原住民就火拼啦。那边有，那边有，那边主管哦，要相处哦，要跟伙伴相处哦。哎。俺俺这个，俺俺土生的啦，土生的两，上面俺上面这些人，这个家。啊，这山地人哦，坐下下来，我们这个欧巴桑，其他种太太哟，不是水啊吼，啊那种嘛个，我弄多哎，还不想吃，他就说啊，有我啊，帮忙点一点，哈哈，不想吃，那边哦，太苦啊，可以拖拉机啊，一抬。在金沙的做下牛皮的，冲一下的，就来个出差所，来个出差所就，沙湖路来一沙，沿途呢来一沙，吼，来两就在个出差所放，
我讲到十二点嘛，哎，家属讲冇说咧，做喊太家做，太家在个古代一头古代几多个呢哦，几多个房间呢？啊，做啊，哎，好讲个手术哎，我们给来做嘛，我要影响死，我做嘛要想死，很低哦，给低要做嘛个哟，就那样喊多的做下去了。来个阿弥光光啊，做好的，好的就是忙，嗯，相处。你说讲我得好办没有？我说你一般好，阿伯就转来了哈。哎呀，到处转。就转来八公呀。哎。转来做么解释？转来啊。哎。转来无浪哎呦，修竹哎，修街修啊。嗯。俺上的是这个太简单了，懂法了，不认做。种十号啊，分啊分两号，十号分两号，就是按法来哦。就是挖的高开，他讲的，他有主菜，他番薯他讲的，挖的高苦来，那一块，所以个三档我当业了，嗯，第二块做呢，就哎做呢就学煮就给就好了，嗯，当辛苦啊，做家啊，蛮讲的。哎，俺不搞哦，俺专门买你的茅台的煮哎，那好放，小茅台，俺有点买过来，俺一小杯两百块，大概是要叫俺小煮哎，别的我怕难吃啊，嘛个煮哎得水不都蛮牛逼，俺没有俺得时间多个水逼，吃饱个水逼煮。嗯，就是民国三十六年就转来了哈、哦。啊，转来，嗯，叫主的叫阿伯阿伯做嘛解释呀？哈。阿伯几做嘛解释？家几家几哦？他家忙里忙里上家务。冇去，冇出去做事。冇做事，主要咧破病咧。哦，就破病。破病胃痛啊。打天光来就喏。哈。打天光了钱来就喏。大碗糕嘞，哎呦，那个，哎呀，俺都唔识去看咯。嗯，自己就识去打摊。俺时阵去喂猫啦，猫都长长唔唔会生钱嘅。嗯。可能人叫小猫，阿农家上来做。嗯。都拿小猫当奖越便宜。嗯。系冇？我一打摊讲阿农家，都得打要开出来。我发了一包菜水给表哥他呢，哎呦，变态啦！挂在他那上变的，不溜掉的。哦，几多岁呀？你时候几多岁？七十岁了嘛？七十岁了嘛？他那上七十岁。有七十岁了哈。嗯。就国民党从泰国过来了哈。啊。一时候国民党从泰国过来了啦。哎呦。那个时候去打，打太阳台就过来了，系啦。啊？那个国民政府从太阳过来了哈，三十八年以后啦。哦，该啦。啊。差不多是变粮食了。啊。蛮困难啊。嗯。啊，蛮。那前一年他才追过来。嗯。对啊。嗯。又前个家里人直接。哎。啊，比太阳过来。没，太阳过来了，才追啊。政府啦，政府从泰寮，那没啦，广府嘛，打滩呢已经广府了啦，打滩呢蛮广府，嗯，啊，蛮广府，蛮广府，蛮广府嘛，啊，就做高中以前咯，蛮广府嘛，还要开，啊，开下来咩？做第嗯，阿伯做高中是广府的时候嘛，广府时候去做高中嘛，广府后去做高中了哈，给。哦，日本时候的时候去做高中。对，日本时候做高中。哦，阿美国阿毛共和就去做高中了。系啦，系啦。哦。日本时代啦。日本时代做高中。广播，都有广播。广播开到几去？哦，广播开到印度去啦。广播开到。哎，啊，就三十六年，二零八。这个做下三地人的来不同的，共同的班路嘛。嗯。啊，还搞偷钱的哦。哎，一个也是阿爸，那个出事。嗯。嗯，功夫我摸的是。蛮功夫，我前年的功夫嘞。蛮有噶。对啊。那个我出家出事蛮巴的呢。蛮功夫啊。
买一个嘛。广府的上班路边地方去。广西去西去来。哦。广府前在。在北港也高速啦，广府就就西去，西去远屯的啦。哎啦哎啦，广府那个啦。哦。啊，后来后来转来，就是转来以后，转来给转来住石塘高速。哦，转来又石塘高速。高高庄出来啊。哎。去石塘高速，后来又还有北港那个。哦就哦就做高总以后出来，嗯，就又到食堂高叔，高几多年？高叔高叔，那个吧，考两三年的，两年的嘛个，又办了要那个。啊，办了这里高几多年？嗯，一个六年了，很久很久就比高过嘛。啊？太久没很太久比高没嘛？没啊。很久比高。那俺俺一搬出来哦。嗯，这个地方开了也未来，爱爱住家，广府那边咩？嗯，嗯，所以好，好也个贵呢。哦。现在是按公益办法。哎，啊，后来就用公益教书啦，哈。嗯，对个。用公益教书。哎，有没有教？教书教会人讲，将个树条啊，树条个一点用得啦。哎。看看哪种哦，四间龙啊，像个四间龙啊。嗯。那广广府各位做属，三千五嘛。嗯，三千五大族。三千五大族，各位说讲咩啊？啊，唔记得说，还拄着请神父。你总唔记得说？四十岁了嘛？三十八九了哈。差不多，差不多。三十九岁拄着。打鼓，哎呀，打鼓还用少。就拄着请神父了哈。哎呀，神父。啊，拄着请神父，唔三十九岁，请神父，啊，唔去堂几多年，不，多久个两岁？请神父，一样还早一年。哎，个是，唔，唔就堂脱离堂多久啊？个两岁啊？啊，堂一年，堂三张耶？我个堂个，堂个个，比如堂六几年啦。哦，堂。出来。就跟伢出来做传教。哦，伊读书啦。嗯嗯。啊啊，伊伊说啊，阿爸冇教书咯。啊？车神路来时候，阿爸冇教书咯。冇啊，冇教。冇教几多年咯？就是像我像我自己农标。啊，自己啊，就冇冇教几多年咯？冇教哦。嗯，冇教啊，好多年咯，破病破病。哦，就破病啦哈。我那边在讲。去唐托里，去唐托里，去唐托里，考完才去托书，托六章的。哎，让传教。哦，迄时阵，那传教薪水比做老师较好哈。嗯。啊，较好啊！哎，做老师会做老师没拿钱的。哎。你底下做老师安好？那唐罗东公，罗东公讲，哎，高数个八百人呐，做传道老师一千四百人。咩了？高数啊！别样是四万的呀，啊，俺爹也都那个四万的哦，嗯，四万元我一个月的，哦，四万元我一个月，哎，加钱哦，当跟托个姑娘二十万万，啊，那个别样是俺的，嗯，你用我个钱那个安排哦，嗯，啊，我那一个月了，四万元了，我一个月，哦，嗯，高书章给到你啊，哦，一说。你说，哎，高叔啊，到头数音，哎，上九十倍音，哦，九十倍音，嘿，哎，到头数音嘛，上九十倍音，嗯，他光那光在俺一个人写，哎，但是在前头边太远了，嗯，啊，还有这个高叔有没有麻钱？我说阿爸做高总做一年难了哈，嗯，高总做一年就赚来了。哎，就上来，嗯、上来就嘛，传教，传教原来传教第二年咯，但是去到个地方，远屯嘞，乡地方，乡地方，啊，去乡地方，喊不到啊，传教啊。那唐公哦，以前那新店嘛，食堂里面有传教站嘞。有啊，有伊啊，那有发东西，发到个伊啊，发，哎呀，没。油啊，面啊，上猪啊。以前都相逢的哈。太统师啊，每一批太统师，晓得有几多少粮食呢？
他还很低哦，就都在两岁。也像王月个弟弟，一个七十五六岁的阿叔啊，王新发。哎，哎，王新发，王新峰。王新发要做上坡了，对啊，哎呀，哎呀，哦，王新发。王黄新发。啊，在外没了，在外地巡山。我这个特别，哎，抬头上，哦，特别的欣赏啦，哎，抬头白黑的啦，特别往心发，上高的啊，一身来上高的，你讲咩啦，爸爸，因为你欣赏，欣赏我，往心发去到哪？我都往心发都看啊，他蛮往心发，蛮就往心，欣赏和你欣赏，同差唔多，你欣赏去到哪？你欣赏第二是抬头的，见到应该比见到黑白光啦，哦，歪的黑白光啦，差唔多，哎。中国人了，哎，小心点。哎，哦，叫李先生了哈。李先生，姓张。哎，都恰神父，啊，后来人工。恰神父过又。恰神父来了，也够中国了。哦，人工王新发去到哪？太好。啊？太好。王新发哦，黄新发了，来讲新店嘞。啊。新店忙嘛，那个。新店无中高个啊。新店哦，那地有几多少两个岁？哦，两个岁没。七十，没两个。七十两岁。两个嘞，他家爸爸就不常到云梯嘅。哦，上梯了哈。嗯。啊，廖国生嘞。有个嘞。廖国生以前有副住社啦，啊。又该当什么？副住社，没副住社，我爸开始弄的。副住社鸟啥啊？副住社，副住社。哦，副住社没两爸爸。开始搞啊。开始了哈，一点装起来就这样，顺塘也有顺塘的，拆掉的卖掉的，有顺塘啊。那汤廖国胜啊，廖国胜讲几做负责啥的秘书做18年嘞。嗯，卖嘢。廖国胜。廖国胜。哎呀。黑波的，那个黑波的。哎。黑波的。哦，黑波。来的，做做黑鸦片汤。做鸦片汤，刚刚鸦片也拿，有跳的，弄了。这天主堂那老人做不出啥的好的，我从这呀，带不烂烂的地都拿来修改呀的，这不中意人啊，啊拿来磨来擦的，装开头呢，也比个天主堂干大爽啦。副主席，民国几多年开始的？啊，唔对哦，跟记得了。啊，八九。主持人他。哦，主审副啦，主审副的呀吧。阿伯做传道老师做个几多岁退休？嗯，退休啊，但一直都没嘛退休。我就没退，就做个高神。啊。就做个高神。我做个唔会行个。我就做个唔会行个。啊，唔会行几多岁咯？70岁咯。这你退休的咯，60岁。我做的是双台币。我做的是双台币。哦，几多岁？我做几双台币？62岁。哦，62岁就双台币。哎呀。哦，你就全家都双台币去啊？哎呀。这边黑啦，这边黑啦。啊，两个，两个，主要都上我手啊。两三代的又上了，代代又转来哦。哦。是吧嘞？嗯。来来去去的啦。哦，都来来去去啦。哎呀。哦，就62岁。多心就。用有生源的，但就创不了这个土生源。哦，用什么土生源？我算亲好哈。啊，阿爸个84岁，按今年94，你可以100岁了哦。替食堂去的。啊，食堂都发起来。哎呀，我去食堂祈祷，祈祷食堂还好。哎，那就是有的一个兄弟姊妹哈，在国太福教书的啦，会慢慢去拜天主，天主圣灵太福。是吗？哎，会慢慢去拜。啊，就七家这边的农场的老师也是，农场的主任也是老师啦。说送礼，哎，送礼拜六、送礼拜日哈，他看电视来的比较热。你先讲，哎，现在审美太好，我想说有做嘛感谢。嗯。所以我讲，我是老师啊，你这录影以后，妈你看，太搞看就老师啊。哦，这样啊。要当，你讲食堂的故事啊。啊，那个，哎呀，那个像啊，像啊，那个特别，做什么呀？哎。蛮苦哦，
搞了开始。摸天摸地哦，我爸还没有。没做。做首先的。哎。潜水动物啦。哦，潜水动物。对啊。哦。你要做手术，你我讲啊，他在长沙，往路上看水也看不见的呢，他大多经过给老弟，啊，又开。要不要再跟老年人呢？妈，他说开路给你，适当做二了开货。哦。没有你买的货啊。他在那个。对呀。在车出没，你附近的呀？没没，那个温水过去植入了没？温水。老路转弯了没？啊，这转弯了。啊，他研究他一家的。啊，真的。你这样子行吗？是，它是交界的地方了、啊。哦，就开塘，哦，开到这样，凡属嘛。那那个做。哎，变个岗位了，变去开。我就开一点，开在那了哈。开到。啊，就在这里，我们都干。记住了。记住了哎。哦，记住了。交流哎。人家是对山南来路，是不是？山南来有农民。有开塘的啊，妈的。哇。今天毛平平来。啊，现在毛平平。开一条路。啊，个路啊，嗯，快边下行个路啊，啊，你咪拖人人来，冇拖来，要桥咩？他们桥咩都咩？嗯，一下都边下都可以动好个咩？哦，真上那个路磨了，做下平平住的。说，嘿，说不咩？今车哈，今车唔